指尖足彈，掌握乾坤，方寸之間，千里之外，這個世界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大事件，每日都在上演。大事發生，看鳳凰，全球60個記者站點，多領域名嘴嘉賓，24小時全天候呈現。马里乌波尔的西城区的枪林弹雨，凤凰坚守第一现场，一切是化为灰烬。今天早晨的朝鲜迷雾重重，凤凰直击独家真相，可能遗留下的更加强烈的分秒必争，凤凰传递一手资讯。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国际格局，凤凰破解背后玄机，呢一切尽在你手。610中文台，611资讯台，612香港台。